那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我有 x 伯二加 y 伯三等于一，他问 MMPQ 是不是在这条线？我把它写成 y 等于 mx 加 c 的 pattern 线。OK，so 我把这个搬过来，所以我的 y 伯三等于减 x 伯二加一，我全部一起乘三，它就会变成 y 等于减三伯二 x 加三。好。So 我的 a 的这一边，我的 x 等于二，y 会是等于减三伯二乘二加三等于零，所以我的二零跟 m 是一样的。然后我的 b，我的 x 等于减二，y 等于减三伯二乘减二加三，所以减减就加，所以它就六，减二逗号六，所以我的 n 减二十二是。没有在线里面的。C，我的 x 等于四的时候，y 等于减三伯二乘四加三，减六加三减三，所以我的四逗号减三，p 是在线里面的。我的 d，x 等于零的时候，y 等于减三伯二乘零加三等于三，零逗号三。OK，我的 q 零逗号六不在线里面。我用计算机来check，so 它是减三伯二 x 加三，so 我就有减三伯二 alpha x，然后加三 CLC x 等于二，y 等于零。在 CLC x 等于减二，y 等于六，在 CLC x 等于四，y 等于减三，CLC x 等于零，y 等于三。OK，我们用 mod table 减那个三伯二 alpha x 加三。Start from 最小的是减二，最大的是四，然后那个 step 是一，所以我就有减二的时候它是六，接着我二的时候是零，然后。零的时候是三，然后四的时候是减三，这样，OK。